你上去。哎呦，老师自己抢的呀。哎呦。特别开心，就一眼看上他，我就要他。你根本都不想聊，你直接想选二号。对。想要进魔术会让我跟你萌吗？这身高。嗯，挺萌的。挺萌吗？挺萌的。你哪人啊？我哈尔滨的。哈尔滨的。我在上海工作。哎，我也是上海的，天哪！是吗？这么巧啊？太巧了。哎，这一号也是你。比你小的不介意吧？那我无所谓。反正我跟你身高特萌。最萌身高差，可以啊啊！我都这个反应。就这一个啊，然后呢？就你们俩了，没有了是吗？自己玩儿，这你们俩自己玩吧。炮灰谁上啊？谁敢上啊？谁敢上？是啊，人家都知道他。来呀、啊，造作啊！这谁能敢上去啊？这算就是炮灰吗？哇！挺帅的嘛，刚怎么没见到啊？三分钟聊天开始，你先来。这男嘉宾好有成人之美啊，挺好的。对啊，虽然好好啊，有可能反转哎？为什么呢？有可能选新上来那个呢？但是他只喜欢二号。其实我想对你说，就是我本身挺胆小的一个人，这局为什么第一个上来，因为我怕我如果还是在最后的话，你会去其他女生那边。然后我们你说你挺喜欢喝酒的，我不怎么出门，我特别宅，但是我很会照顾喝多的人。为什么二号完全不说话？女生反击环节怎么成女生主动？然后就是我脾气比较不好，脾气比较暴躁，但是我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然后我不会做菜，我可以叫你喜欢吃的外卖。嗯，这怎么你的意思跟他说呢？然后刚好先不绅士，不绅士哈。你有啥想对我说的吗？我觉得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吧，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，对吧？谢谢。当然要说点了，你就没有什么？晕死，这个男的也是醉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叫郭明凯，来自河北唐山。然后你是在哪边定？在哪边？主要在哪个城市？三月初我应该到重庆。重庆？我不吃辣。我不吃辣，好尴尬，我不吃辣，我不吃，太伤人了吧？不好意思，这妹子好直接，好尴尬啊，那哥们儿。对，然后呢？你继续啊。我喜欢的女孩已经走了。我懂了，就你也想跟她一起走是吗？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可以选了吗？我要二号，谢谢啊！我要二号，谢谢。详细的，时间到了吗？对话时间到，请90号女嘉宾做出选择。二号，一点都不犹豫。请选择一名要淘汰的男嘉宾离场，并且念出他的号码。死得太惨了，这好残忍啊！42号，把42号送走了，怎么办？说实在的，我看因为没有人上去，感觉蛮冷场的，而且没想到女孩很明确，就觉得很尴尬。啊，你真的怎么那样说话呢？啊，你怎么那么说话？你很喜欢那男的，你不要那样说42号啊。
不是，而且我你不觉得二号很不走心吗？嗯，太不走心了，他什么话都不对你说，你都说成那样了，你说你有什么想对我说？他可能只是因为知道你很喜欢他，他不会走，不会被淘汰，所以才选择你。我觉得这样吗？不会吧？我觉得，我觉得二号一点都不好，因为你说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他就不能说几句好听的吗？他就不能去试着了解一下你吗？什么都不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上来混个脸熟啊？你喜欢的异性是什么样子？这个东西。也没办法说，我就是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看缘分吧，有可能我哪天看到一个女生，就像就也会像九叔看到我一样这种感觉，但是现在还没有。